嗯，我腿的。这是你的本人。嗯，啊，你是不是啥子？对吧？嗯。哦。本所同仁立即调阅监视器，并锁定一名犯嫌，并与犯嫌住处搜索到毒品及吸食器。陈姓犯嫌坦承犯案，并将偷来的金牌敲伤变卖现金购买毒品私用，全案依窃盗罪、毒品防治条例依法就办。